二八前夕，哈，我们看了台湾几所知名的大学，啊，蒋介石的铜像都遭到学生啊喷洒红漆或者是挂布条啊表示抗议。啊，我想过去县市合并前，台南县在校园的蒋介石铜像啊都已经移往桃园，那后续呢是剩下合并前台南市校园的部分。那我们将组成专案小组，啊，把这一部分呢完整的、妥善的来处理，哈，啊，也可以让整个事情，哈，对，能够往这个比较圆满的方向来走。